是一个三个输入，然后五个中间层，然后两个输出，就是左转跟右转，然后他们这样做训练，然后你就可以看他们的成果。然后他的输入的话就是这三根，看看我们决定有没有碰到，然后要左转还是右转，就是这三根，这是输入。然后这个一样，它只是应用到这个贪吃蛇，它就是24个 input， 然后有18乘以2的那个隐藏层，然后4个输出，就是上下左右输出。Thank you.
然后现在就给他进阶到跑车入库。原本就直接开上公园。对啊。不断随便开。一开始都是原本啊，初始值啊。我们的位置一开始初始都是原本的。然后他就一直去踹。所以他这个是用深度学习在学习怎么样自动的那个啊驾驶自动停车的意思吗？对。OK， 好。然后像我们一般就是前面就是三个红绿灯坡，后面三个。然后你通往旁边两边是那个后照镜这边会中两个，所以它是模拟成这样子。OK， 那是光打嘛？哎，这个不是，是毫米雷达波，就是直接用那个雷达波。哎，对对对对对。好，因为光打其实一颗就够了，最上面。嗯它只是用毫米打，所以前面要三个，后面就三个，侧边两个。好，目前的车子好像大部分都用雷达波嘛。哎，对，像我的车子是有点老了哈，已经13年的 Corolla Altis， 哎，它比较便宜。对，也比较便宜，对。而且光打的话，虽然它在上面，但是上面的话，缺点看起来就。美观上面就比较不好看。光打的话，因为如果近的地方光打其实也扫不到，它正下方。没错没错，所以光打的话，如果你下面这里要撞到它，这里比如说有一根东西伸出来之类的哈，那这里有一个光打，但是呢这边可能挡住了，这边也挡住了之类的。对，所以光打有它的缺点。光打主要是对远距离的，可是一般近距离还是用这种毫米雷达波去。而且光打还是太贵了，那个、啊欸、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啊，其实我们跟资策会那边刚买一个那个啊 ，Auster 128条的那个光打，就要到35万去了。35万，你新出车子比我的那个旧车都还贵。对。OK， 不错，他现在这样停进去了嘛？对对。我停着还是不完美嘛，它会再修吗？还是它会一直在修？不完美，反正进格子就算了。对，好，对。哇，它直接从那里跨过去啊，那里应该不可以跨吧？对。嗯，我还撞人家，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觉得他可能是没有把规则写进去。对，我觉得这个撞人家这个应该不行，哎。哇，这个干得好，把别人推出去以后，然后那个啊，自己停进去，哈哈哈哈，我去哪里？哈哈哈哈，冲到那上面去了，他这个规则应该要限制住啦，哎。哦，把那个路灯都给撞断了。
我吃，看到爆冲，他进不去以后他就爆冲了，他发脾气了，哈哈哈。Does more than catch errors. With Grammarly, you can. Oh, oh. 把那个地震盖给撞了。可以，哈哈，这样也进得去。如果可以的话，那一招也还可以。那是什么？哎，不错哦，五万四，那不错。绿开，对啊，他这是无敌铁金刚的坦克车，对。20万次。那整个地板会上下晃，那它重置的时候就是建模的问题。哦，是这样子，对不对？哎，对啊，看看怎么一百个字。
因为 Unity 在建模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把它放，不会算是不会是贴合地面，所以我们会放稍微高一点。因为有时候它运算错误的话，它就会穿地板就直接往下掉。所以我们通常会离地板再高一点。OK， 好。那还有模仿一些那个它的排气管的烟的那个特效嘛？哈，对，两头排气管烟，两头排气管烟。好，等一下有空再来看特斯拉失败的例子，因为刚刚的训练最主要就是表示说，可以用麦克风。好。因为刚刚的例子，他已经测试了，好像最后他50万次，他到最后其实也没办法完美的停进去。然后我们之后会看一个特斯拉的实际例子，他们的召唤功能其实也会像他那样乱开一通。所以刚刚那个不是特斯拉。欸、不是，刚刚那个是哪一个单位？它只是一个随便一个 NN 的例子。Neural Network。对对对，学习的。对。它就是输入就是上面三个，下面那六。它总共是8个 input， 然后会有前后左，不是前进后退，然后左右4个 output 出来。所以说它可以控制那台车，然后是根据那个八个 sensor 去。做 input 啊，当然它其他的还有一些地面的会输入进去。好，那我们之后再看。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些 weight 跟那个 layer，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个激活函数 activation function。然后这个激活函数它大部分就是我们通常。算 weight 算完以后，我们会有希望把它弄到一个变成非线性的嘛，非线性的输出。然后呢，通常我们这种都是用 S 曲线的。然后我们后来发现 S 曲线的话，它有可能会梯度消失的问题。啊，梯度消失的话，它的训练就没办法 fit。所以最后的话，他们就是用这个 RELU 的这个方式。然后我们可以从这张图来看。我们最传统的方式就是用这个，把它弄到0到1之间，然后因为如果它是趋近于0的话，它的梯度就会有可能会消失，所以通常我们不希望说梯度消，我们训练的话不希望它梯度消失，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最后没办法 fit， 所以我们最后的话希望说我们负的话就直接把它变成0，然后正的话就直接是原本的值。所以它只要小于0的话就是0，就取得0。然后如果它大于
那大于零的话，它就是用原本的值去做。然后其他的话就是看你们希望说哪，你们想要得到什么的结果，都可以适当的去换说你们的这个计划函数，你们要选择哪一种，也不一定说要用推统。所以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都是使用这个方式去做。The first farm we visited is located in Sada Prefecture. Farmer Ando Kotaro owns these asparagus fields. Since asparagus can grow well over 10 centimeters per day, they must be harvested regularly. Each morning at dawn, a team of 3 to 4 staff spend 4 hours harvesting over 3,000 spears of asparagus.But recently, they've added a new member to their team. An autonomous harvester robot. This robot can navigate the greenhouse entirely on its own, and is able to select. This robot can navigate. 哎，这边就是深度摄影机，这个是一个深度摄影机。Greenhouse entirely on its own.And is able to select and pick only mature asparagus spears that meet the farm's harvest requirements. 是在它的机器手臂这边吗？是在前面吗？给这个，你把等一下，它出来之后你再。But recently, they've added a new member to their team. 对啊，它的这个深度摄影机是往前的、啊，可是它的手到时候去抓的时候。没办法，因为深度摄影机就可以算这样相对坐标它的位置啊。没有啊，你除非你的。视角要很宽，否则的话，那个看不到那里啊。哦，没有，它这对不对？就是这个深度摄影机是看前面，看前面嘛，不要去撞到东西嘛。对，然后它上面还是有。真对了，所以真正的那个要去抓那个芦笋，然后把它切掉的那个，这边还要有深度的东西啦。哎，对。那仔细看一下吧，他手上到底哪一个是他的深度？没意外，应该是。没关系，你等一下下课的时候，你只可以仔细再找。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如果这里有的话，那它变成要手到处去扫才有办法知道说哪里有啊。不然的话，你那个它这个也是有范围的啊。对。对啊，所以我没有看到它在扫啊。它切完了以后要拿下一根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它在扫啊。是那个，等一下休息的时候，我再研究一下。Only mature asparagus spears that meet the farm's harvest requirements.And is able to select and pick. 哪里？这颗？那一颗？那一颗只有一边而已吗？还是另外一边也有？它应该只有一边。一边是不是？所以它这一趟对这一趟去的话，只弄这一边，然后下一趟的话就只弄来回一边。去了以后，然后再回来这样子，变成。再去这边。对了，看你怎么走都可以啦，它可以这样走啦。你去的时候，你看它的右边，对，然后沿路回来。那你如果同一条路回来的话，那你再看右边也可以。对。那或者是说，你去的时候看右边，然后呢？但是这已经是一种桥了。然后在，对，然后也可以走一直行啊。这不不不，这样子嘛，对，好。然后呢，你再回来的时候，不对，那就它有，因为农业通常是两边，所以还是要走，对，还是要来回这样。对 ，OK， 好。如果你要走的，两边都可以。对。Only mature asparagus spears that meet the farm's harvest requirements. So how can this robot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mmature and mature plants?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成熟的没有成熟的怎么看？对，就是这颗。这颗应该是巨蟹，这颗应该是像 Kinect 那种，它两个镜头，然后这个应该是 CED，、嗯、就是这个是光，这个是彩颜色的，嗯、然后这个是深度的。好。Mature and mature plants. After entering thousands of images of mature asparagus into its memory, the robot's AI system can then compare that information with asparagus it views with its cameras and sensors.
robot's arm is able to apply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pressure to pick asparagus before gently placing the spears in its storage box. It takes the robot about four times longer than it takes a seasoned worker to harvest one spear of asparagus. Although it's not as fast as a human, Mr. Ondo says the robots are providing welcome support. It certainly isn't perfect, but it's taken some of the load off of us, and we really appreciate that. Not to mention, the robot never complains or feels under the weather. And if there are any mechanical issues, we're immediately provided with a replacement. The company that developed this robot is an agri-tech startup called Inova. Founded in 2018, the company's engineers, university research departments, and major electronics makers. Their business model is almost as unique as their robots. The company lends out their robots to farmers for free, and then receives 15% of sales from the asparagus that its robots make. The more valuable to them than asparagus is the data they receive from the robots. This not only allows them to make improvements to their hardware and software, it lets them provide the farmers with updates that increase efficiency. This process has allowed them to create four new models in the last 2 years, with upgrades to both the body and robotic picking arm. And perhaps their most impressive achievement, improvements to their image recognition system have helped increase harvesting accuracy from around 50% up to 80%. We're always working towards providing farmers with the most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hat's one reason why we use a profit-sharing system instead of just selling them the hardware. That and our priority is getting the robots out in the fields to be used by as many farmers as possible. Farmers growing other produce don't need to be jealous for much longer. The company's developers are now working on robot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harvesting other vegetables. It takes the rope and improvements to their hardware. They're now working on robots specifically. 但如果他剪错的话，就直接把这个枝段枝条就剪断了。哇，真是糟糕了。芦笋感觉上像刚刚那芦笋果没有这个问题啊，它好像都是直的，所以比较不会有这种切到其他的东西问题啊。其他藤那些东西的话，哦，也有哎，它这两根也是歪的哎，哎，对，这几根也是歪的，它也可以编织到。可是因为如果说它芦笋剪错的话，就其实对它损失不会那么大。啊，如果是其他的，如果把那个竹跟那边直接剪断，整株就死掉了。对，没错，没错。对，所以芦笋的话伤害比较小。对，藤的话事情比较复杂，对，比较难。如果是藤的话，如果把这根枝干剪掉，它整株植物那后面就全部死掉了。对，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改善它这个肉食。啊，肉食的话，就是假如说我们当初算出来是这个，然后。它这个编制出来的话是车，然后我们是希望说这些公式，我们先去把它做这个自然数，就是这个自然数的 2.3 次方就算出来是这个值，那这边也一样去做自然数，然后自然数以后它接下来就把它那个正规化，正规化的话就是全部加起来除以它，因为这个几率的话就是这个算出来以后它全部加总必须要等于1，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做这三个相加，全部相加，下总除以这个值，就会得到这个。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个 1.3。然后我们再取 log 以后，就会等于 2.4。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就可以去把它做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期望的 log 那个 loss 数是多，是小于要小于多少。我们话就可以去根据这个去决定说我之后到底不要继续训练，所以公式就是这个，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在设一个类型介绍，我们都会写希望豆子要小于多少，让这个 weight 的训练给它停下来，所以说我们这个 1.3 算0.13其实算低，只是因为这边的 loss那个汽车 loss 这个太高了，因为我们期望值它等于，所以说我们这个 weight 的话就是不好，所以我们会可以根据这个
这个东西去决定说我们的胃疼训练到底好不好。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back propagation， 就是这个 回推 的一个方式，它这个往回传递，就是我们是希望这个往回传递这个方式去修正我们的位置，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决定好说我们训练出来的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决定要不要重新训练，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讲我们要如何重新训练。我们一开始我们的 weight 都是 random 给值，初始的时候就是 random 给值，然后给值后它就是丢 input 出去，然后算 dose 决定是好不好。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就希望说从我们的输出的结果去往回推说，然后修正这几个 weight， 就是像这往回推修正这个，然后这两个往回推修正这个，这两个往回推修正这个。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像是这个例子，我们是 x 加 y，xy 是相加的话等于 q， 然后 z 再跟 q 相乘的话等于相乘的话会等于 f， 然后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要往回推，假如说我们的 x 是负 2，y 是 5，z 是负 4， 这样子，这是我们的输入是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们的公式，因为 F 的话就是 Q 跟 D 相乘，然后 Q 的话就是 X 加 Y， 这边你们进来，所以说我们就是希望说用微分的方式去做。然后我们一开始假设理论上是前面的要微分啊，之后他是假设自己跟一开始是自己跟自己微分，然后就会等于一，然后我们就开始从这个方式往回推。所以说我们这个的话，我们是对前面做微分，然后我们这边算出来微分以后，它算出来的话就是对一微分，所以算出来的话就是 Q， 所以 Q 的话它这边值的话就等于 Q。然后上面也一样，我们对自己微分的话等于 Q， 然后我们上面也一样，我们一样是对前面根据前面去做微分，然后算出来的话就等于负四，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根据前面微分的结果再去做微分，就是因为我们会从下面一直往回推，一直全部结果会一直根据往回推，然后推出来。最后可以算出它的结果，对，所以的话就算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基本上，我们希望的话就是后面有一张图，像这样子，我们会根据 loss 去往一直往回推，然后一直往回推，算出它该修正的一个值，然后这个值会根据我们之前的那个 weight 的那种全。的方式去修这个位置，那这个就是一个位置，然后它接下来会给后面一样是根据前面的去修一样一直往回推这种感觉，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一个位置，刚刚那个地方这个 S 哈，你这里把它传递点，我不喜欢它那个 S 掉下去，用一个荧幕就好。那就是我们算出来以后，这个假如说这是一个位，这个位置，我们算出一个值以后，我们会根据公式，之前我们那些公式，它有个位置去修正这个 W， 把这个值改掉，然后接下来会一直往后改，所以我们这个线上的范例，这个就有点暗。
这是一个分类的例子，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要分两群，一个是黄色的，一个是蓝色的，然后我们 input 可能是先是左右分，然后上下分，然后我们这次 hidden layer 的话就是隐藏层的话，就是它可能这边是负责斜的，这边就负责这个，这个是假设性的，然后最后啊就是输出两个。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可以设我们的学习率啊，这些你要用哪种，你要用哪种的那个计划函数啊，这些你都可以去设参数。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分类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看到，如果是这样子设定的话，它 loss 其实很快的可以降到最低。好，这样这几个直接分类好。如果说我们的 input 增加多一点，然后进行连，这样子的话，其实它分类会更快。但是有些例子情况下不是，就是假如说我们 input 越多资讯的话，其实它分类的速度的话会越快。啊，如果说我们的 hidden layer 就是我们的隐藏层，如果说设计的不好，假如说设计一堆隐藏层，那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喜欢乱调参数之类的。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它其实就是我们输入，然后我们的 hidden layer 假如说设一堆没有太多意义的在上面的话，其实它不会加速它的训练程度，而是会降低它的训练速度。但是虽然说最后还是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从其他例子来看。所以你要讲的是说多不见得好，对，就是它会根据，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分两类的话，其实我们 hidden layer 设计一点点就可以了。并不用说什么，有些人不是说什么 neural 设一千个之类的，就是主要还是要看我们输入要什么，我们想得到什么结果，来去设计说我们的 hidden layer 要多少 neural。啊，但如果说你们设计的太少，有可能反而也不会特别的快。就像他这种，他其实他已经几乎是不会动了，可是他的分类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就像这样子，这样的话就是我们 neural 太少的情况下。这种 neural 适当的加一些 tuck 的话，可以比较好训练。我们的 input 太少。这个就还不错。对，就是我们在同样 input 的情况下，如果你设计太多反而不好，设计太少，就像我刚刚设计太少不会训练那么快。啊，如果说我适当的增加 hidden layer 的话，它其实可以加速它的分类。啊，所以每种答案，你们需要什么？希望什么结果？你们就可以去设计你的 hidden layer。然后 input 当然是越多越好。通常我们 input 输入值越多越好，因为我们的得到资讯也会越多。但如果你输入越多，你的 hidden layer 也可以是这样增加或减少。啊，这样子的话，你看我们的输入越多，我们其实它速度会非常的快，那零点多秒的时候，它就已经瞬间就输入完了。啊，如果说我们加了一大堆参数，随便是，讲会不会比较长？好像差不多。只要我们输入够多，其实里面层那也没什么特别的，很大多一点。
这也蛮快的。所以主要还是 input 的 input 的比较重要。像这种情况，其实应该已经训练不出来了。嗯，因为他在那边震荡，他没有在收敛。对对对。那我们再加一个，应该就可以了。够，加一个。这个的话就很不错。好，所以说我们在设计这个 hidden layer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当然出路值越多越好。然后 hidden layer 的话，其实就根据你们希望要你们的 input 多复杂， output 多复杂去做它的斟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